莫学想为我的冤亲债主列祖列宗，有缘众生做三皈依，是不是一定要皈依证？如果要，是不是要烧掉？烧多少张才可以？我们香港佛陀教育学会，就有给幽冥界众生皈依的皈依证。啊，是经过我们师父上人鉴定过的，就可以用来做皈依。那么不知道网上有没有挂网？如果没有，你写信来或者打电话来，索取都可以给你寄。那么皈依证做完了。是要把它烧掉，这样啊，幽冥界的众生啊才能得到。那么虽然是说证书，这是个形式，但是呢，因为众生执着，尤其是幽冥界的众生，那比人更执着，所以呢，他们就需要，你就要给它化掉，这也是恒顺众生。随喜功德。